我是孙静，现在在河南郑州。然后今天我来的这个地方是西四环啊，它这边这个建筑真的是太奇特了，每一个建筑都是非常奇特的。前边那个好像是奥体中心，这个是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啊，两边跟翅膀一样。据说这个体育场是有三层看台啊，然后可以容纳6万人。里边除了那个训练场、比赛场，还有那种冰场，然后还有一个甲级的游泳馆。这个体育场是真的很大呀，据说它占地就有57万平方米啊。这是这个体育场的二层啊，这边是这是一层看台啊，好像这个地方有很多小朋友在这玩啊，小朋友的游乐场啊。今儿的是周六，好多人带着小孩在这边玩。前面那个就是郑州的博物馆新馆啊，这个形状感觉是继那个大玉米之后又一个奇葩的造型，像个大帽子，皇帝的那种帽子。这边这个是这个美术馆啊，这个建筑也很个性啊。现在在这个地方走着，感觉自己整个人很渺小呀、啊。看一下这个建筑、啊，这边这个是个大剧院呀、啊。